是觉得就是做家长的还是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小孩，然后我不希望他曝光，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主动曝光，就希望他在一个很正常然后很平凡快乐的环境下长大，也不要太多的被注意到。那我也希望说大家也可以体谅就我们做父母的这一份心，如果你真的有拍到或者是有看到，然后你能够 po 不 po 就不要 po， 那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想 po， 你可以把它点马赛克吗？就是这样一点点小小的要求，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这样子看开一点，因为也不能因为我们不想让他曝光，然后就都不带他出门，都让他在家。我觉得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社交什么都还是必须要有，那我就只能自己尽量小心一点，然后把心放宽一点，因为那同学的爸爸妈妈都知道我们是谁，因为我们很常带着他就是要参加同学的聚会啊、生日啊，然后同学的妈妈有时候我们妈同学妈妈也会相约吃早餐啊，或者是喝咖啡什么的，所以这点我倒不会去避讳什么。他们都非常的好，也都会就是其实真的也会保护我女儿，像他们有时候去校外教学啊什么的，然后同学的妈妈就会跟他们的小孩说，哎，如果有人要拍他的话，你们要帮他挡哦，这都不是我们就是去要求的，可是他们都其实真的都对我们蛮好的。以为是华灯初上，结果不是，是哪一部？大声一点。还珠格格。我想也是。所以你最喜欢心如姐姐是哪个角色？紫薇。谢谢。华灯初上怎么还不太适合他们看？啊什么？华灯初上怎么还不太适合他们看？对，九月在支持那个。有生之年。对，有生之年哈。那呢？感谢摄影大哥帮 Q。太好了。好，那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礼盒才能够把每一个月饼呢都能够制作好，因为要记住每一个步骤。那肖老师打开的则是耐心，老师们呢必须要有很有耐心的一步一步去教导他们，不厌其烦，就像肖老师二十几年来都是这么的有耐心。那心如打开的则是，当然就是爱心了，希望社会大众的爱心呢在有生之年一起支持我们的喜憨儿。另外呢要请丽偶最后帮我们打开的是信心，因为有大家的专心耐心跟爱心，让